我先来，跟着喊的长寿啊、哦！要是不喊的朋友哈、哦，你只能活到120而已。准备，现场的朋友，你们的身体，吼吼吼！600岁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！现场的所有朋友，祝愿你们的身体，吼吼吼！1000，老师，音乐，龙的传人送给您，敬业。用我手臂渐渐微笑，好运为你。谢谢，就是要这种感觉，你们开心吗？看好了，小朋友看清楚了，教你一个动作哈，协会的给一块啊。协会的吗？协会给一块啊，协会给我、啊。Music， 音乐歌，就是这种感觉啊。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，它的名字就叫长江。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，它的名字就叫黄河。虽不曾看见长江美，梦里长生有长江水。虽不曾听见黄河传，澎湃汹涌在梦里。希望你们开心快乐。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，它的名字就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巨龙脚底下我站在，站成一个是龙的传人。黑眼睛黑的爸爸皮肤，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。你们辛苦了啊，总统你好，未来总统我开玩笑啊，感谢因为中间很多朋友10多万人的人，每个握手没办法握完啊，你们辛苦了。这是华人商会的，是华商之夜哈，所有的华人朋友，愿你们发财，身体也要顾，所以说呢，阿舅啊，你摸我。年轻的一个月，去年艰辛的深夜里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，四面楚歌是不息的剑。多少年炮声难忘呢，多少年又是多少年。我给你握手啊，等一下再握手啊，你等我30秒啊。龙的多少年，又是多少年？巨龙，巨龙。